你是熊猫人，在神秘的漂流岛出生长大。尽管大多数同胞都喜爱平静的生活，你血液中的冒险欲望却熊熊燃烧着。最近，漂流岛开始在广大的海洋上古怪地漂移，空气变得冰冷，灾难开始侵袭岛屿上的家园。身为上西大师门下的顶尖弟子，也许能拯救熊猫人的就是你，但首先你必须先完成训练。我年事已高，而你正值可造之期。我们已经准备好和你一起行动，唯有磨练与修行才能充分发挥潜能。想去那边逛逛的话，艾莎和我可以待在这里，你知道的，独处一下。别听他的，我们还有工作要做，上来吧。上西大师在哪里啊？记，他们来过帐木林，你知道上西大师现在在哪里？哦，就不能让熊猫人抱点希望吗？我会怀念老家伙的。记，跟神真子交谈时不得失礼。我什么时候失礼了？我这很受伤哎，艾莎。你敢让我们丢脸，就真的要受伤了。我们是流浪的后代，我们感受到您的痛苦，我们想要帮忙。是什么东西让您痛苦，神真子？我们能怎么做？我很痛苦，但我感到欣慰。流浪的子孙还记得我，我的背上有根刺，没办法拔掉它。这痛苦非常难以忍受，让我没办法继续往前游。拜托了，孩子们，帮我移除这根刺，我没办法自己做到。当然了，神真子，但您的壳太大了，我不知道这根刺到底在哪。就在你们从我踏足的那片森林，不断沿着山脉走，你们就会看到。我们会找到它，然后拔掉它的，我们向您保证。谢谢，孩子们。一根刺，我忘了带钳子出门了。这种小玩意怎么能让那么大的东西感到痛苦？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。也看到了吗？那是艘船吗？是一艘船没错，一整艘飞船，好大的一根刺啊。下面那些也不是熊猫人，他们身上可没长毛。有人坠毁在这座岛上，要拔除这根刺恐怕没那么容易，我们得先知会长者萧派，然后再计划下一步。
要谏言吗？愿红鹤永存你心。好吧，我们走。什么？这门卡死了。让我来。他把这门用石头顶住了吗？根本打不开呀。做得好，乔乔。喂，这些是你的朋友吗？这辈子从没遇过他们。这些熊猫人倒不是些坏家伙。我是阔卡强宗，过去是联盟的阶下囚，现在则是决然一身、手无寸铁的牛头人。很高兴见到你，熊猫人。联盟？如果坠毁的是他们的船，我们得联络他们。乔乔，你能跟我来吗？我们需要移开那艘船，过卡。如果我们帮助你的船员，你也会帮我们吗？乐意之至，我的新朋友。不过我们的技师还流落在外，我们得先去救他。啊，我们有个寻人大师在此，对吧？交给我们吧。我需要靠近你，我没有目标。熊猫人，你好。力量与荣耀。我们去找这个技师吧，或许要拔出这根刺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。我们与你同在，熊猫人。我们欢迎你，熊猫人。别急，白虎守护你。我喜欢友善的面孔，我们欢迎你，熊猫人。说够了。
远比外表还要强大。 要不是你，我真不晓得该怎么办。幸好你来了。你好，朋友。耐心是最崇高的美德。很高兴见到你。如果我们放任他这样做，既有可能会把神贞子给害死。跟我来，快！ 太鲁莽，太愚蠢了！艾莎，我们只能这么做，炸开这艘船，然后治疗他的伤口。我们别无选择了。如果你不这么做，或许我们就能想出别的办法了。所以我们在想出办法前就这样苦等吗？神贞子命在旦夕，什么都不做会让我们失去一切。这样做才会让我们失去一切。 我宁可在死的时候，知道我们至少有尝试过了。姬，如果你坚持这么做，我不会阻止你。但是我们有可能会失去一切。希望你是对的。 他的伤势会痊愈的。你对他做了这种事，最好还能心安理得。当下。 伤口开始愈合了，我们冒了很大的风险，好在成功了，神贞子不会有事了。见到你真好。 我是看在星盟有的份上，才勉强忍受了你。别逼我，人类。退下，牛头人，否则我把你捆回链子上。
你有着不凡的际遇，你们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，拯救了神真子，我们为你们感到骄傲。看来你们的旅程还没有结束，这些新盟友来自一个急需我们帮助的破碎世界。上西大师，我想陪联盟回到他们的家。你呢，季？你会跟部落的人们一起回去吗？或许这样最好。以目前看到的来说，我喜欢他们，而且听起来我在那里会有些用处。还有你呢，我年轻的徒弟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最大的考验仍在前方。坐而言，不如起而行。当下就是行动的时刻。熊猫人，过来！只有顶尖的强者有资格住在奥克巴，是地狱吼大酋长。好了，起来吧，我们得谈谈。熊猫人，你们加入我的部落是明智的决定。有人说我们是野蛮人，艾泽拉斯的低等种族。他们只是无知又盲从。看看四周，熊猫人，你找不到比兽人更好的战友。牛头人贡献良多，看，这位是萨满，连血精灵都能挥剑战斗。看到了吧，在我的部落里，每个人都做出贡献，你和你的朋友们也不例外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，熊猫人？是的，大酋长。哼，很好，继续吧。我知道你不是唯一从那座岛上逃出来的熊猫人。你们一些族人选择了加入联盟，现在开始他们就是你的敌人。你的一些亲朋好友可能选择与部落的敌人为伍，他们不再是你的朋友，也不是你的亲人。从他们穿上联盟战袍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就已经死了。我绝不容许任何部落成员私通外敌，部落的叛徒将以叛乱罪受死。我说的够清楚了吗？我相信是的。很好，我校长。
臣服于部落，或被摧毁。